还带你来看哦，现在呢，全台湾第一座音乐旅馆即将在台中雾峰的音乐文化园区诞生了。那么在这个园区里头的影音馆现在已经开放，让民众可以免费参观，而且呢还可以在虚拟的演奏厅里头实际去体验指挥交响乐的那种感觉。事实上这种感觉有点像是在玩这个体感游戏一样哦，相当的有趣哦。就像身临其境指挥乐队一样，只要握着感光指挥棒，虚拟乐团就会依照你的指挥节拍速度来演奏。指挥得太快，乐团会向你抱怨手好酸；太慢的话，全团又会睡着。如果乱指挥一通，团员也老实不客气，站起来抗议。更真实的是，指挥完毕，系统还会给你的表现打分数，让你体验在爆满的歌剧院指挥乐团的压力。有了这套虚拟指挥体验系统，不用动大都会歌剧院去，你也有机会可以成为专业的指挥家。透过这些互动的设施，那么另外我们还有一些互动的翻书系统的话呢，可以让大家来了还想再来一次。此外，园区内还有各种多媒体的互动教学系统，完全是免费开放参观。而这里有一座在明年即将完工的音乐旅馆，房间的整体设计都以音乐为主轴，在未来相当具有观光的潜力。